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雨很大的小编。那首先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《巾帼联盟传》特别计划。那为了回馈大家呢，我们举办了一个抽奖活动。那再来跟大家确认一下我们的活动规则。第一个，一定要留言“我爱宝岛雨很大”。那再来要附上人跟电视机的照片。那再来，不可以把照片同一张再重复做使用。那在十二点截止时间以前呢，我们有252则的留言。那恭喜有148个参加者符合我们的参加资格。那其他的朋友们呢，就是有点可惜，可能没办法参加。那就请大家再参加我们的下一次抽奖喽。好，那再来我们不废话，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抽奖活动。那我们都是采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抽奖。第一排，好，扫进来喽。第二排，哎，好。第三排，第四排，第五排，好。一张都不可以错过。对，我们要捡起来。16、17排，那最后9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大家全都在里面喽。好，哎呀，好紧张啊，很混乱。好，不可以偷看。好，不可以偷看哦。不看。好嘞，来，抽出第一位。第一位，我们的幸运儿是，这个是陈，应该是陈大哥。OK。好，再来第二位。好，曾宇翔，恭喜你！来，最后一位哦。来，好，最后一位幸运儿是，等一下，是谁？对不到焦，等一下。那个卢正阳 ，OK， 好。恭喜以上三位幸运的得奖者。耶耶，拜拜。